本节目由旅法师营地手机应用赞助播出。旅法师营地，你离传说只有一个 APP 的距离。本节目由炉石传说掌油宝赞助播出。标准狂野哪一款更适合你，来炉石传说掌油宝就对了。我再放四个，我就是狗。不要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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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跑。啊！别摸我腿。是不是男人啊？你掏个盐爆出来给我看看。跟你们讲一个笑话，圣骑士的斩杀，我一回合一个火松点死你。正义的地球人，举起你们的双手。这个羊我给满分。赢给我看。来两张牌，正好是寒冰剑加火球，打死我。真是吓死我。对方只是经验不足，不是每一个盗贼都跟我这么年份。哎，他怎么这么多法术啊？法术也太多了！哇！加基身上了之后，每一张牌都是法术。靠你奶奶！对了，打脸我就死了，但他自己也不信啊。
快帮我投稿。我操！我操！真的！我操！素之力会毁灭你。本来我想直接冰枪捅他脸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防止我冻住女人吗？给我打！真真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年。给我打！掉炸天！还会我的小软。赶紧换！给我拿！我操！哇！我操！哥们儿，这就不对了。哎，我这，哎，你是藏宝上来的。哎呀，你妈的！为什么还是没有啊？你妈还是没有战士啊！我都懵逼了，这一……我就想要一个战士，我就想要一个战士。来。没有人比我更强大。猛男，来我身边。怎么又是你们三个？没有人比我更强大。
爸爸，让我玩一下钻石吧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不要你救我了，爸爸，你跪了，让我选个钻石好吧。放个钉钉就有钻石了吗？我信了，我信了，我信了，我信了。放个钉钉。What's going on? 哎，你们都是进来看我选战士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？强行选战士！妈的，老子不信了！总不能给我战士吧？总不能给我战士吧？对不对？你总不能给我战士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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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路子上有我陪伴着你一起走过，我们会是最幸福的一对。